跟我讲一下。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运算速度是非常的快，而且它的 CPU 跟 GPU 的瓦数是非常的低，大概只有20瓦。另外一个是大概8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如果是纯用 CPU 的话，它不止跑得比较慢，而且它的 CPU 已经跑到72瓦，这是一个12代的高效能适合的核心的 CPU。但已经是核心的，它还是跑得比12代就是比较耗电，要跑得比较慢。对对对。但是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只要都在 NPU 上面，你看它已经跑完了，它还在跑。哦，这是14代，然后是 Core Ultra 处理器。对 ，Core Ultra 9，那它有内建 NPU。一定要内建 NPU 才有。要 Core Ultra 才有内建 NPU。好，谢谢。